是你们应该听不到声音，不好意思啊。因为再不走，等下会中丢啊，你知道吗？中丢。我一边看留言一边分心，你懂吗？等一下，我妈打来了。安迪，伯母你好，伯母。喂。我在打 game。好。我在楼下，在实况的吗？哇，你们。在实况的吗？你妈也知道实况哦。啊。你跟他讲在开台，他讲你在打麻将什么之类的。哎，挂电话了，我的。这么潇洒吗？神年是吧？对呀，娜娜又骂人了，你知道啦，平常啦，平常的啦，这种事情习惯了好吗？240P就被卡，要这样悲惨啊！马来西亚还有得救了好吗？马来西亚现在有30Mbps了。三十，要哭啊！没看到妖怪啊！不卡，叫你跟着我来啊！我连哪一个是你都不知道。你好，开盾啊！暗示。OK， 可以来。盾是哪一个吗？去打，可以了。盾是保护我自己吗？对。切！打出来就对了。我在尽力打。OK。看到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到吗？刚刚才要打而已就杀掉了，娜娜太 noob 了，娜娜根本没有帮忙。好，我帮忙啊。好，我那边很卡，那就过来我这里啊，我两边可以给你们看。你相信我调60000吗？等一下。你调啊，我等你调。我调60000的话呢，就可以放4000fps。它那个水这样子的画面，你要动起来啊，孩子。要干嘛？要帮我打爆蛋蛋。我知道委屈了，以为我不会玩是吗？来找你会不会玩？好笑了，一个以为我不会玩的。不要这样子啊！我先熟悉好吗？这里啦。走哪里？这里可能是人不卡，现在蛮顺的。有些人很卡，有些人不卡，因为老吴有无畏。好冷哦，你讲话、啊，很冷哦，我家人气还要冷。You need help? Yeah, I need help. Never mind, I go first. 这人好像需要我的帮忙，我就来帮你吧。哎，出现了一些状况，你是先休息吧。我给你一个好建议，你要不要听？不要。除了黑，除了黑以外，我什么都不要听。打蛋。老吴讲话很好笑啊，没有听过娜娜讲话而已。听到娜娜讲话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吴变工作了，本来要工作被人家拉来开台，你知道吗？拉了。我有问你是几时要开哦？我要问你、哦。拉来开台。还有没有在30分钟内下的这么大的？我在洗马桶洗大半。走，开台 ，OK。你也要过我 ？Hello， 要了。我是香港的。Hello， 香港你好啊，你恭喜发财啊，恭喜发财！我的红包咧，我的红包。香港的朋友，俾啲红包，母亲食饭啦。好杀队友，我也想杀他，离开那个设定，懂吗？不然娜娜早死好吗？什么鬼？没事情，没事情啊！我是回复留言的，没讲。老吴会说韩国话，当然会哦。奥迪卡，奥迪卡竟然是韩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好逗，超屌哦！哎，老吴管医疗兵啊，我们先出一半了。不可能吧？有人这样觉得？哎，跟我来哦。医疗兵，我直接退出游戏，退出时尚界。不用了，我找到他了。我补观众好吗？你们都抛弃他了，你们。这游戏最重要就是跟互动、啊，跟观众的互动，好吧，就是简称互动。最好是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人要死了！有人要死了，我来拯救你，交给我吧，四号。啊，开啊！招是什么？呀，你到底会不会补啊，孩子？知道吗？知道是什么？老吴在乱射。知道是什么？孩子，四
他不是直接补满吗？你给力一点好吗，孩子？孩子，你不要这样，孩子，我会怕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还补回我吗？互补吗？两个谁是这样？这就是爱情的魅力了，你不懂啊？那你们两个加油，走了啦！这场一定赢了好吗？只要我出来的话就赢了。问题是我现在出不到来而已。所以算那个怪物呢，是算了幸运呢。What game is this? This game is called Watch a Movie. You come my channel, you watch a movie. 我又在乱说，那不是我来好吗？那不是我来，这是一个大妈来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现在暂时在休息当中，所以呢就交给了这个大妈。你看她跑来跑去，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新加坡人有，新加坡人讲什么话了？其实你快点去找。就是有一点，有一点闽南语掺。加一些英文这样子是吧 ？How are you, hobo? You hope, I hope, everybody hope. 哈哈哈！哎，有人下来了，八十老太下来，八十老太。阿 Q。好心话。哇哇哇哇！就是有火的味道吗？有没有火的味道？哦，超级牛魔王。是超级牛魔王一直是找着我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难道我像孙悟空吗？搞错了，兄弟！不要再找我了，牛魔王，找我干嘛？小师姐，上啊，小师姐！看，牛魔王，我不是孙悟空啊！你要吃唐僧肉，去娜娜那边啊！就关我的事。谢谢你 ，Daisy。Daisy 的中文是什么 ？Daisy 还会喷火，还会嘴怪兽。问题是我不是问这个问题。Daisy， 对啊，你现在看八十老太在那边打龙，他妈来打龙。他的命，看他的命，动过水啦！干，那我给你一点好吗 ？carry 我一场好吗？哈哈哈。你要求我的意思啊？三百啊，三百，你汇过来我就直接用我的细秒。你算了吧，我也不想死，因为医疗人员没有照顾我。最好是自己在那边不会闪。是医疗人员根本就是不在乎我的感受，我音都已经跑掉了，没关系好啊。那老吴台的音根本没有准过了好吗？我也是想准啊，因为我讲话啊，就是有一点高调的嘛，就是 key 调比较高，卡卡了。懂之懂之，跳针跳针，叫我八十老太。为什么你们都可以走这么快？因为他们玩 hack 的，你知道吗？玩的很 hack， 很像逃亡，怎么可能？逃亡是这样子的吗？逃亡要喊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喊你的头啊！我离全部，我妈妈回来一定是吓到我，什么事啊？啊那仔，拿回啦仔！哇，新玩具！